送去哈，这个是真正的表达出来，这个他们越南老。去找工作，好，他找到了越南驻队了。然后他问他，那我不要，那我要他，我出不去。哦，然后现在他说7000万美金，7000万美金。然后呢，然后他就不行，还要的，7000他就不够，还要的。他们里面就把他抓到，给谁呢？给。然后中介公司越南的公司就给这个，反对中国某党不服劳动人民。职位是什么？好，所以呢，他们还是躲在他们的乌龟壳里面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我们满不满意？我们还要抗议，对不对？最后，我们会用正式的官员工作把它寄给越南政府，好不好？我们出来抗议，不管风雨有多大，我们愿意淋雨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问题从1992年开始，我们忍耐到今天，
我们希望越南政府他自己能够检讨，自己能够有丝毫的改善，但是他们不但没有检讨，反而变本加厉的一层一层的剥削我们。明天是国际人权日，居然越南政府如此的被动，躲在他的乌龟壳里面，我们只好用民间的力量，我们持续的监督他，我们持续的要求他出来面对，要求他改善。谢谢。